经理，之前你叫我替员工办迄劳工就业保险，我拢已经办好势啊。多谢你，阿芬。即阵啊哦，我甲董事长拢较无用秘鲁公司的代志，他们今哦都爱麻烦你较费心的哦。总经理，你放心啦，即马在秘鲁的工课我拢已经做熟啊，我会好好搞，无问题。总经理，啊，咱员工唔是已经有劳保甲健保啊，为虾米搁爱办迄劳工就业保险？我会叫你去办这個，是希望咱店的每一个员工拢当有一个保障。假使讲，万不得以后若是无头路，也是无正当的收入，那呢生活就会较困难啊。若是有参加就业保险，伫咧失业的期间，当迄领50%的补助，鼓励失业的劳工提早就业。嗯，假使若是一挂劳工无想要参加，安尼敢会赢？爱何款哦？爱罚1500以上、7500以下罚金。哈，这么多哦、喔！安尼我知影啦，就亲像人咧讲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啊，为着要保护员工的权利甲义务，办这保险吼是应该的。嗯。爸，董事长。嗯。哎，阿爸，啊你还袂去美容院啊？无啦，我昨早出去办一挂代志，即摆咧报告总经理听，我等下就去美容院啊。嗯，好。无啥代志啦，无你先去啊。嗯，好，安尼我来。爸，你安尼扫狗安尼啦？阿仔，我都感觉脑啊痒痒，哎，头昏脑吞吞，手机无力。嗯，你是不是搁感冒啊？敢有可能去得着即马足流行迄个 SARS？ 杀你个头来！不是你用甲人讲话着 SARS， 啊你毋是要美容院起来做咩？哦，好啦，无我来啊。奇怪的小孩。啊，莫安尼啦，你若要对伊歹啦，阿芬是嘴当嘴讲讲的尔，你来大细声。啊，这叫什么？唔讲要讲，要着什么杀死？哎，即马全世界每一个人听到杀死，惊到要死哩。啊，互伊讲得够对啊，啊，后摆我无朋友啊。好啦，等下我出来给医生看，检查看嘛，倒伊无爽快。免啦，伊就是这两天哦，啊，宣传的秘鲁，宣传了收忝啦，哎呦，一条。姐，英婷，你无出力哦。是不是阮爸叫你来讲要宣传秘鲁的代志？无啦，唔是啦，啊，算唔知影吼，姐啊，进前啊有帮我赚一条细条啊，我今仔日哦，专门发一个水果哦，别来好紧接啊！哎，安尼就对我啦，感恩啊！我听你有价值啦啦。是讲姐啊，阿摆吼，若是搁有这款工课了吼，爱去报我赚呢。放心啦，那水底料哦，美工设计哦，算你上用啊啦。而且哦，你搁白头命放上头，我无找你找啥？姐啊，感恩啊！你既然即摆无一个固定的头路哦，你敢要考虑看卖啊？来阮的秘鲁公司上班。英弟啊，多谢你啦！我虽然吼即摆是无一个固定的头路啦，啊，不过我无爱散工啊，有当时介绍程度较悬呢。我即马若是食一个固定的头路，哎，反正薪水无我即马遐尼多。大头兵免你烦恼啦，我够软壮的呢，伊啥物死人骨头、死头伊拢忍会着啦，伊绝对袂枵着伊咧。姐啊，你嘛莫甲我讲到遐尼厉害，其实吼，认真讲起来，我感觉你较厉害咧。你看啦，你看进店务呢，佮开美容院，啊，即马吼佮开一间秘鲁公司，啊，这三种行业拢总无牵连的呢，你有法度做？怎佮无牵连？美容、美乳、脸部，你无感觉拢听起来拢足共的哟？不是我咧吵屁啊！只要我有心要做的事业，无一定做会成的。啊，不过歹势，这就有才调人，才有才调安尼做。对啊，我知影吼，过一个人吃你差不多啊。你讲着讲唔着，水底料有人比较较吵屁嘿？有准备啊？你看啊，伊有田爱做啦，啊，佮有有机蔬菜园、海钓场。我听讲吼，伊最近搁签卖啊，要公开经营迄水产的事业啊，伊是毋是签你差不多？差侪咯，差不多。哎，伊个种田啊，佮有机蔬菜园，迄是共意思的好无？啊，讲个，伊甚物海钓场啦，要今物佮钓伊，今物钓无半位，骗人个呢？我哪有骗人？我伊钓吼，大家拢嘛大丰收。你运气好啊，你拄着迄空戆个鱼啊。啊，今次卖来，哦，讲要佮乌妈妈做甚物水产的生意啊？
所在哩，所在哩多，等找有所在才来讲啦，插嘴。先生啊，啊奶奶在干什么？在房间休困。你搁在困啊？哦，啊无时无阵啊，阮叔啊即卖在困，无怪伊最近拢大瘫痪。哎，恁叔啊，你即摆甲看见吼，伊碰肥碰肥，其实拢假啦。迄身躯哦，唔知倒一部那零件又搁有问题啦。啊，秘书干那水流破布，你知？坐甲搭，困甲搭，看足虚的呢。哈，先生，老啊啦，年岁有啊啦，啊比较较无体力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咱阮叔哦，迄规个工程拢请出来嘞，但即卖咧厝也无二年啊，对，只有干那困同啊做尔，对。阿干，你常常要卡床啊，讲我歹话。是啊。李萱萱伫咧遮啦，还大牌伊拉大事。等我一下，啊，无伫无当，你若带我狗转来咱家啦。我拄只狗狗去参加迄村长的联谊会啦，啊，对咱遮经过啦，我们才想讲出来来遮坐一下。是啊，是啊。阮李尚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报告哦。是啊，伊个好消息吼，迄就是阮外婴啊，巴肚内迄囡仔人来去照吼，啊是查甫，迄就是伊个好消息啦。啊，无其他有啥物好消息？有哦，人传你甲你讲嘞，我有一个哦，走咱水寮咧探听一个叫做倒粪扫的人。啊？啊，这倒粪扫这个名是厝边啊，甲阮老村咧号的，啊，别人哪会知伊这个偏名啊？啥做偏名？这是厝边啊甲号的臭名。先生啊，安婷啊，哎呦，恁今日开讲哟。对啊。老公诶，你大细人我真清楚呢。哦，来去搞逆上官司啊，跟小姐问，啊，拢无咧搞小姐问哦。阿狗啊，哦，阿弟是遮坐哦。你废话哦，啊，这椅也唔坐，无我要徛椅仔顶。阿姨包，你要不要叫我？哎呦，快坐快坐，先生呐，阿弟伫遐坐哦。啊，我要坐啦。啊，好啦好啦。胖胖，啊，你要过草尾仔遐呀？啊，嘿啊。哎，胖胖哎，你免过啊。拄只我讲阮二嫂拄过草皮个经销商哦，看草皮个是土个呀。胖胖，等下你若拄着草皮吼，即个问看伊进前吼，捌将伊甲阿号个倒粪扫这个臭名吼，风声吼别人知影无？伊若无吼，哪有人去调查我？啊，人是咧调查你啥？要调查阮二嫂迄个人啊，传统有咧讲啦，讲啥物哦？阮二嫂有问题伊啊，爱怎啊变倒粪啦？哎呦，啊，当人是咧来甲先生伊啊报恩呢。啊，甲草皮二嫂有啥物关系啦？算知影讲，去调查阮农村的迄个人吼，讲要找倒粪扫。啊，你有知影哦？这倒粪扫拢是草皮在叫的，所以阮农村的吼，第一想讲，必定甲草皮有关系。安尼哦，哎，小时阵啊，啊，你敢袂记得讲你较早捌共斗三共啥物无？啊，无人也早来遮要找你报恩。啊，个船长有在讲啦，讲较早阮二嫂在家老水了，救了一个人啦。啊，即摆迄个人要来搞二嫂报恩。啊，就是因为吼，我印象中吼，并无这件代志啊，而且要拜托讲我吼，你敢问草皮看卖？好啦好啦，啊，我来经销商吼，我再来问草皮阿弟上。无我来去啦，啊，恁再坐吼。好好。弟上，啊，你安尼放碰碰走，啊，无变怎？啊，你又早碰碰人，讲话同我碰碰的啊，伊即卖来过草皮阿一边哦，啥你加盐添醋？啊，有啥物醋，有啥物油好加？嗯，看你种表情，敢若足唔相信的款。等下草皮有听过？放心，拢记清楚啊！放心哦，我物件比你还知哦。放心啦，明仔早起我甲秘书送去你遐啦。好好好，甲我拿。有影子，我就甲你讲无，礼拜四袂使休困啦。你看我坐车接偌济叫回电话啊，看袂来正常，唔只做一片无接到，气死有影吼啊！但是，他都是讲几声哦，六声、八声。是讲，敢讲，凡事是无可能。是讲，臭男人！碰我你要死啊！以后我大只要臭牙啦！我好痛在收，但是我袂记啊！你是啊个？臭男人，你听收的啦！我只吼要甲你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啦，啊，你等下再做伙收啦，吼！无是偌重要啦，害我太多代志我袂记啊！你讲啊！啊，煞唔知我拄只吼去新厝遐遐啦，啊，我听讲哦，咱水底了哦，啊有人哦在调查伊呢，啊，我要来甲报恩啦。人要找到我就报着，互报着，你敢要讲要创啥？是啊，差不多几箱。错不要认账啊！迄问题吼，就是对方的人吼，我要找倒粪扫呢。我心存也是咧怀疑啦，想讲唔知是毋是你咧变空的。转变本关系，
会叫杜有春、杜本顺人，啊嘛，敢若我呢？谁个叫杜本顺？啊是啥物人要找伊报恩啊？啊是啥物代志要报恩啊？这我就无清楚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有听你讲哦，对方哦，哦对啦，讲足早以前啦，讲伫家落水啦，啊跌落水底啦，啊去用救起来啦，啊一去用救起来，迄个人哦，讲就是来遮哦，要来找杜本顺啦。哎呀，呀家落水，海边救人，叫你杜本顺。怎么你啥？啊你是去学啥哟？我就是杜本顺啦。你破气也好啦，迄杜本顺是新树遐呢，你叫他粗皮啊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杜本顺，杜本顺啦！啊，即摆要找杜本顺报恩的人是咱啦，来做对安尼啊？是啦，啊袂，我是唔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听新树遐咧讲哦，哎呦，黄先即摆已经去因家哦，嗨咯，袂服咯！哎，我讲哦，老人打电话叫你秘鲁哦，你叫清楚，啊再话讲哈，我叫清楚啦。哎妈，怎么你啥？今仔日我休困呢，啊！你搁叫我怎在接电话？有算加班费无？接空啦！吼，够衰嘞！来这搁你抓公差。喂，什么金锁匙？我甲何金讲的啦，我这连门门来你卡唔着啊，痟的哦！金锁匙秘鲁啦，什么连门门？叫清楚，你资料未交到我，你死不了。金锁匙就对吼，哈，船长啊，啊你是讲吼要走找温情人去行人，已经对阮才来啊，吼。李总，啊人个人去要来，迄地库船我一定紧跑落去。嘘，你点点啦，我咧讲电话啦。安尼我知啦，嘿啦，伊若来的时阵哦，我一定好好啊甲因招待。好。阿狗，我咧讲哦。要来甲感恩的人哦，已经伫要来阮遮哦。到时人来哦，哎，对人较有礼貌嘞，讲话较杂杂嘞哈。小弟，杜本顺，有杜本顺无？歹势，哈，杜本顺时间还袂到位啊，五点不作家到来啦。哦，五点。唔是啦，我要找一个叫做杜本顺的啦。报恩这个人，敢是姓金毛狮王？请问这位金毛的狮王，喵！你有欠这个杜本顺什么恩情哈？哎呦，这吼就是算敢讲吼，有一个叫做杜本顺的吼，就是阮大要找伊就对啦。恁大？嘿啊，阮大吼就是伊咧。喵喵喵喵喵！啊，我叫伊出来，大啊！对，较紧的这边啦！哎，来来来，我们来行较紧啦！啊，都找来找着的，有啊，这。哎，吼吼，真有缘啊，好啊，贵啊，哇，贵，当前都给你谢多谢一下，我现在这个众意游乐厅来只 TT 乐吧，哦，多谢你的款待，哈，来来，我真紧的，哎，我顶面送你的拿花呢，哎，不啊，那拿花是我送你的，这丢了，哦，你送我，别记啦，哦，哎，阵啊，我记有一条做鸡鸭蛋的，跟恁斗阵来，啊，你今仔日那换到这个金毛狮王。哦，伊是讲董志成啦，啊，对面中影游乐厅，我跟他合作，啊，董志成未来都无离开冰溪啊嘛，哦，这边来过来麻烦一下啦，哎，我要找一个叫杜本顺的哦，啊，因为阮的节目内底呢，有一个男主角，叫做于清源，要甲伊感恩啦，哦，才拜托你，杜本顺，于清源这个人我都唔捌伊啊，哟。啊到底你是要安怎解感恩？要叫去创啥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我伫面试做一个礼拜暗时综艺大集合《寿星大法》这个节目，这个男主角叫于清源啊，伊讲足侪年前啊，叫杜本顺捌救过伊的命，所以找到这来，讲要请伊上节目，要给伊感谢一下安尼。嘿啦！哦，综艺大集合，我当面嘛看。你咧真严当面。我是一礼拜一次，然后你就打。嘿啊，我是礼拜四啊呢。我录影起来，大家看。哦，对。啊，你是要用个什么方法来感恩？哦，是杨思敏。啊，来来来，这个你来讲。こんにちは、私は杨思敏です。よろしく。
啊，是讲恁用到这么隆重，感恩的风范哦，啊，我这老伙仔人，安尼我挡会掉。你几岁啊？搁会起笑？你是讲对唔对？这是阮朱启林杨思明，甲你拜托一天呐。对啦，我意思就是安那讲是安怎那伫遐隆重，啊，三个主持人拢同齐出现来甲我邀请。无法度，男主角太大咧啦。哦，再拜托你。这，快讲，红茶啊，较紧的啊，物件捧出来啊，我要上节目啊。哎呦！哦，好，过追呢。哇！谢谢，收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恁三个主持哦，迄综艺大剧，我逐礼拜日拢有看嘞，真好看的啦。这讲话较实在，因为逐礼拜暗时对不？就不像恁翁黑白讲，看到故意对不？阿嫂，你看到有感动无？有啊，我逐礼拜看拢哭呢。哎呀，好啊，太重要哦，综艺的节目节目啦，谢谢。小姐，我传个只风。哎，杜文爽，这拜托了，你来上这节目了哦。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，我们就会好好感谢你哦。嘿嘿。我上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拍椅了哈。哎，杜文爽，下面干嘛？杜文爽，杜文爽，我不让。哎，我挂，哎呦，这我挂了，你好，哇，哦，时间过得真紧啊，哎，你挂嘞哈，啊，你坐多不坐，不坐，我请多不坐，我请，多不坐挂了，挂了，挂，等，那我们两个多不坐啊，哎，啊，你别跟你以前我做错配啊，多不坐是挂，这几年我哪会记的啦，到底多少是多不坐的，我丢了，那我们两个丢啊，咱刚要找一个倒粪扫尔，咱也袂使像别个节目凊彩落落个讲找一个人安尼去顶替啊。咱这节目就是一定爱找到要感谢迄个文静人啊。是到底多少是倒粪扫的呢？不然，这个于清源啊，顶边咧游泳的时阵，险淹死，是啥物人救伊的啦？啊，我开播后恁听，代志是安尼啦。于清源，你敢唔捌？我知伊叫啥名。足侪年前吼，有一个人吼，伊我甲杜文硕啦吼，伊去迄个甲加落水遐吼，去遐耍水啦，啊结果一去哦，敢是冤家，冤家哦，啊伊就做伊走啦，要走队啦，啊结果我咧要走时阵，看一个人哦，咧海水遐浮诶浮诶，我讲救人哦，我袂晓游水哦，我袂使跳落去救啊，边仔看着三万块，我摕起来都扔互伊啦，拄啊无准只天热热，哎呦，啊，牵只阿爷叫伊走，我较爱晓收哦，我想讲我即去若会爬起来哦，就对厝我报仇诶啊，我外头要走啊，啊伊就一直咧喊你叫啥物名？你叫啥物名？我哪会使回赠我啥物人？我同人家讲，我叫做杜文硕。哦，杜文硕你来啦？我了解啊啦。哦，当初的时阵啊，伊是惊伊报仇啦。嘿呐，所以讲要诬赖给杜文硕。嘿呐，是伊实在是救人的是你就对了。嘿呐。啊，这个歹解释啊咧。无安尼啦，我咧接，请恁两个上节目。予于天好甲恁说多谢者。于天，对啊，你拄仔毋是甲我讲啥物于青言呢？于青言是伊的本名，于天是伊的艺名嘛。对啊，你听着讲，伊叫做胡瓜，伊本名叫做吼胡志强嘛。胡志雄啊，好，所以拜托你两个上节目，到底甲于天讲无相信，我说就多谢者，好无？你拢无问题啊，啊，问题是讲。不要感谢哈，不要感谢。杨思敏，你要怎么感谢？原来你就是那个叫于大哥的。出皮，我当时我出皮的。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，等你哟。你这无来这样赞啊？你这么上场，安尼跟我感谢，我来看看你本面，我讲不要拄我你本面。